欢迎收睇同埋收听我哋城会社区教会嘅网台，我哋呢个节目咧叫做《圣经 Art 人 Mark 人》啊。我哋今日作品咧系一幅油画，个名咧就叫做《苏格拉底之死》（The Death of Socrates）。讲到 Socrates 苏格拉底咧，我哋需要有个哲学研究嘅人咧同我一齐倾嘅。系，大家好，咁我系张国栋咧，我系一位哲学教授。在 University of Dayton 教書的。好啊，咁我歡迎各位嚇，今日我哋咧講呢幅咁重要嘅名畫。哇，呢幅畫咧嘅法國畫家咧叫做 Jacques Louis David 路易大衛。咁呢幅畫咧就係1787年完成嘅。咁當時咧就係有醖釀緊法國大革命。佢畫幅畫嗰陣時咧好後生嘅啫，得39歲。法國畫家咁即係又要去法國睇先睇到啦。唔使，今次近少少。呢幅畫咧而家咧就喺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The Met。咁咧就係温納的鎮店之寶嚟嘅。使唔使錢噶？唔使錢噶，其實咧 Met 咧係免費入場噶，咁咧全部咧嘅費用咧都係自由奉獻噶，俾幾多都得噶。咁啊，我哋不如講講呢幅畫個主角啊。好啊，咁啊主角咧頭先我就講啦，就蘇格拉底之死。咁啊，我諗其實大家都唔係好知呢、這個 Socrates 啊，係啦 ，Socrates 係邊個咧？咁 Daniel 可以介紹一下。咁我嚟補充幾句啦。咁蘇格拉底咧，大約係公元前469年至到399年嗰個時代嘅人嚟嘅。咁係一個雅典人啦，係喺西方哲學界裏邊都算係哲學之父咁。第一個係啊，就好出名嘅。咁佢個徒弟就係柏拉圖啦，呢、這個大家都應該間中都聽過呢個名字 Plato。咁蘇格拉底講咗好多嘢，但係佢冇寫過任何書嘅，即係好似耶穌咁講好多嘢，但係冇寫過書。唔係佢親自寫嘅，唔係親自寫。咁佢話佢係哲學之父，咁點解佢係之父嘅？如果佢冇寫過嘢出嚟？是啊，好得意嘅，咁就係因為佢嘅徒弟柏拉圖咧，就好努力寫咗好多本書，叫對話錄，就將佢好多嘅言論咧寫低落嚟，咁好有哲學嘅內容含義，就對嗰個哲學嘅發展咧好大影響。就好似耶穌咁，佢雖然冇寫過任何書，咁但係佢又佢嘅門徒咯，佢就成為基督教嘅創教人啦，可以咁樣講嚇。嗱，話明咧係蘇格拉底之死，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咧就係佢死前咧一個嘅景象嚟噶。咁呢幅畫咧，畫嘅地方咧就係大家睇到啦，灰掹掹啊，有啲磚頭啊咁樣。呢一個係一個監倉嚟噶。咁嗰陣時佢應該係死喺監倉度，係咪？係啊，因為當時蘇格拉底咧就俾雅典人就告佢，跟住罪名成立，就話佢咧係妖言惑眾啊，宗教思想好有問題啊。荼毒青少年就要刺死，咁就要佢飲毒品死，服毒自殺。嗰個就係 Hamlet 啦，佢個杯就是、我哋見到圖中間咧，見到咧有一個橙橙地嘅兜咧，裝住嗰個咧就係佢要食嘅毒藥嚟噶啦。喂，頭先阿 Daniel 你講話佢荼毒青少年啦，其實個背景係點啊？背景咧就其實係可以好複雜，因為當時雅典又俾其他國家 Sparta 嗰度打啦，咁又控制咗佢哋咁。很混亂，又扶植 新政府啊等等，咁蘇格拉底喺嗰度又得罪咗一啲權貴人士，咁但係另一方面咧，就係、是、蘇格拉底本人都因為周圍去問問題，令到其他人好不安啦，因為嗰啲自命係老師嘅人，竟然俾蘇格拉底問到口啞啞，咁就好尷尬，咁就對佢越嚟越不滿。但最後咧，佢哋就揾咗個藉口，就話佢喺宗教思想上面荼毒青少年人。因為蘇格拉底咧就對當時嘅希臘嘅宗教，即係宙斯嗰啲一大堆嗰啲神就係有好多不滿，冇理由嗰啲咁嘅神會互相打交，又好多私心咁樣，就唔似一個善良嘅神或者全能嘅神咁樣。咁所以蘇格拉底就太多呢方面嘅批判啦，就令到當時雅典嘅人就不滿啦。因為其實就係佢喺哲學嘅歷史裏面點解咁重要咧？因為佢成日要去 re-examine 或者要重新批判一啲固有嘅傳統。係啊，通常我哋如果喺大學教佢教得好簡單嘅話咧，咁就係話呢位哲學家咧就係好中意咩問題都問，就點解你會相信呢樣嘢咧咁樣？咁佢又好中意問一啲自以為好有知識嘅人啊，呢啲宗教權威人士之類。咁問多兩問之後咧，對方就唔識答啦。咁啊，蘇格拉底嗰句名言就係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， 即係當你冇認真諗清楚你嘅人生嘅時候，你個人生都係枉然度過咁樣。咦，咁 Master 咪好似聖經咧講到話耶穌去 challenge 當時嗰啲法利賽人啊、文士人啊咁樣咧，都令到佢哋好不滿。呢個咁嘅嚇約瑟嘅仔咁樣，居然去問到我哋口啞啞。其實 Socrates 係咪一個highly educated 嘅人嚟？應該都係嘅，佢自細就喺雅典長大。在那裡讀書，
咁啊接受過好多教育咧，同埋聽講佢又識寫詩同埋音樂都唔差嘅。咁跟住後來就打仗啦，佢又參軍啦，即係一個好認真投入雅典嘅一個公民。其實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佢而家要服毒自殺，因為佢認為佢係屬於雅典嘅人。佢由細到大就彷彿係同雅典係立咗一個契約，就係遵守呢度嘅法律，尊重呢個城市。咁所以如果今日呢個法律呢個嘅制度判咗我要死，我就應該服從。如果我要逃走嘅話咧，咁我就係背棄咗我一生人嘅 commitment。所以佢就認為咧，一個正確嘅做法就係留喺度自殺，即使佢其實係可以走佬嘅。咁呢個畫家點解會揀畫 Socrates 咧？係咪好中意佢啊？呢樣嘢咧又幾諷刺喎，因為咧 David 咧其實就唔係中意 Socrates 先畫呢幅畫。其實呢幅畫嘅背後係一啲政治宣傳啦，因為嗰陣時都係一個好動盪起緊法國大革命嘅時代。咁佢咧就係去講佢背後嗰種嘅精神。不過最大諷刺咧就係 David 本身咧成日俾人話佢係一個反骨仔騎牆派啊，因為咧佢喺唔同嘅朝代咧都會係。同好多個君王、好多個暴君咧係合作過嘅。啊，呢個係最諷刺嘅地方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 Socrates 係出名係最有風骨嘅哲學家嚟噶嘛？佢就係反骨仔，就畫一個啊最有風骨嘅哲學家。係真係幾諷刺。咁我就諗起咧，可能而家都有一個幾相似嘅情況，就是、有啲基督徒咧會去替一啲迫害基督教嘅國家講好説話。咁係咪即係又係厭仔咁樣咧？騎牆派，只話仲要攞埋聖經咧嚟到去解釋埋服擁護嗰個掌權者，係嗰啲真係好犀利，唔知佢哋點做嘅。咁不如我哋轉一轉話題啦。其實我想問一下幅畫裏邊有啲地方好似歷史上唔係好準確喎。是啊，我們可以留下一集再講一下整幅畫的構圖是怎樣，裡面的人物其實在做什麼事情，還有畫家為什麼會這樣描述，好嗎？多謝收看城會網台，記住 Like、Comment 或者訂閱、Subscribe 我們。